因为吼，咱咧上课时间吼，美国拢有咧监视啊，拢咧甲恁监看，所以呢，一定要很准时啊，上课下课，每当讲想要上课就上课，袂使咧，我们一定要按照规定哈。即马啊，时间到，来，众将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这节课哈。啊，这节课呢，要甲大家讲中国的国情报告。你有摕一本册有无？你有看有无？哈，这本中国国情报告呢，我希望恁会当转去找看啦，哈。啊，我另外讲我的啦。啊，你看恁另外看，恁看啊，你这边吼啊，上课吼真好啊，有这本你啊，啊，佫有一篇文章啊，讲习近平的女儿，你有看无？哈，习近平女儿在迄个讲在哈佛去读册。啊，习近平在伊做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以后啊，要将伊的查某仔叫伊转去。啊，伊的查某仔讲讲呐，不爱，不爱转去。全世界，全世界，干呐中国这个国家，几乎啊。也高层领导人的女儿或者是儿子都是送去在美国还是在外国，你会觉得很奇怪吧？所以你再想看看，会打仗吗？中国会跟美国相战吗？你如果觉得会握手啊，觉得不会握手，你都很巧，是要怎么打啦？你若讲美国甲中国拍，我甲美国拢免讲啥，我才拍恁囝互你看，你听有无？我就拍恁囝互伊看就好啊。所以你讲中国会甲美国战争无？绝对袂。所以即摆台湾人足戆个呢。哦，中国即摆偌强愈偌强呢，会甲你拍，免烦恼啦。因拢甲你送人质去美国，互美国告，伊敢甲伊战？没啦，就简单的理由嘛。啊，百分之中国以百分之九十的财产，拢在无甲百分之五的人的手头。所以你人看报纸，你写中国偌好偌好，拢甲你骗的。台湾人去中国做生意有趁钱无？无真大声，正确，真正无。所有的你家己你的厝基。这出边隔壁，还是所有你所知的人，有去中国赚着钱的，卖给咱骗。即马听讲啦吼，敢那深圳这个所在，这个沿海啊，上少有30万的台商啊，无法度转来，唔敢转来，变成台流。是安怎？了钱拢唔敢讲，台湾人是足奇怪吼，了钱拢唔敢讲，感觉见笑。啊，但是呢，啊那赚钱呢？我工作多，啊，敢真正趁钱？我讲一个真真正正的历史给你听。我捌伫做成都啊办学校，恁大家拢知影对不对？我伫成都的时候嘛真臭屁呢，因人讲台湾人会当伫遐咧办校的，你听我算无五个啦。啊，我办的学校是真真正正有领到因的执照的学校呢。为幼稚园办个大学，办个研究所，拢有。有一个朋友，台湾人，伫我去的，差不多是2002年，迄时阵啊，迄当阵中共啊，迄、那个冰角啊，咱知影吼、啊，你可比讲啉汽水，你要套冰角有无？迄、那个冰角啊，中国迄当阵无，没有冰块。啊，有台商呢，我真欢喜，就去做兵甲。啊，机器呢，伊想讲买较好诶，去日本买机器，日本的机器较贵，但是做啊真好。啊，做机器来，伊开始生产，当然生产吼、哦，迄当阵伊的兵甲啊没有冰块，因为兵甲是啥物块兵甲，就迄足大地，迄咱台湾古早有迄。一只抓着用拖的哇，啊用锯，会记得无？恁有去捌看伊过无？因有迄款的，但是因咧这一类细地吼，
啊，做一袋啊，一袋啊，没有。爱做，一当一公斤啊，20块人民币，拄啊开始嘛，很新鲜嘛。一公斤20块人民币，迄当阵，嘛只要100块左右啦，啊，算真贵啊，啊，好赚，啊，赚真多钱。但做半年以后，伊个师啊，中国人师啊，足厉害，伊家己吼，看看以后去。在他们家的隔壁齁，起起哭哭齁，自己用他中国的那个很粗糙的方式啊，啊去做一只鸡去，也在生产冰块。啊，现在出来的时候齁，一公斤本来是卖20嘛，他下价一公斤卖10块，10块钱。我问你，你如果这个饭店的鸡，你要给谁买？要买10块的鸡手？啊，要买20的鸡手？当然无人遐戆啦吼，哪卖买10块？因为边讲20块甲10块看拢同款嘛，啊买10块。啊在上面啦，啊你好大力啊，你是我的师啊，我的请的师傅，啊你敢出去外口甲开来要甲拼？我甲你拼，你卖10块吼，我卖5块。啊看伊偌关难偌好赚啊，啊好5块伊卖开始卖咧，伊生意阁生意生意阁抢到怎个对不对？迄、那个中国人伊个师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卖5块好，我卖2块，为20块降来2块。我问你，台上要卖无？要卖无？要卖假手？不爱卖假手？啊，若不爱卖，你物件轻轻转下转下，这台上唔愿输啦。台上的很莫名其妙。敢若想要赢，迄个心态出来啊！我倒来台湾卖厝，要来甲你拼，我来卖1块，了钱哦，1块遐了钱，绝对遐了钱哦。我拄着我甲讲，我少年，你想想看卖啊？人伊中国人一个月拿500块人民币，伊生活过啊真好。我请问你，台湾人一个月？卖讲500块啦，1000块，你有法度过生活无？绝对无法度啦！中国人一天拢免配菜，一碗饭敢若碗公遐尔大碗，安尼也当生活，你有法度无？你无法咧！我爱听，等下台湾，哦，太太冤家呢，甲因太太离婚，厝卖咧，过去拼，拼无半年。都变成台流啊！啊，唔敢等哎，这种哎，台商啊，比比皆是。你讲郭台铭有赚钱无？有赚钱，但是是真正赚钱。你知影伊做的遐物件啊，遐电子产品啊，伊所赚的是拢敢若一角银、两角银遐尔。我讲伊真正赚的是赚什么物件？你敢知影？山寨版的物件啦。山寨版什么叫山寨版？可以讲伊出一个手机，交予苹果出一个手机，交予对一个厂商。啊，另外呢，伊出山寨版，而且山寨版谁去允许的？中国的高层嘛。所以伊挖到一只手机。那你卖20000块，伊山寨版卖5000块，伊无版权啊。但是山寨版呢，好用无？无一定好用，爱看你的运气。所以你看吼，中国，我今麦要讲这个代志，讲中国伊的生活形态就是安尼。希拉里讲一句话：20年后，中国会破产，中国会变成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。想要也变成全世界最穷的国家。第一，中国人无一个人，所以无一个人就讲做官的这些人，无一个人感觉讲一定伫中国的生活是安全，啊有迄个保障的。所以大家中国人那伫遐做着官，无一个人无要将伊的囡仔送出国。
某一个人无要贪污，所以你甲看咱互你迄篇文章啊，迄篇文章呢写甲真好，我建议各位啊，你要去念念看。哦，这篇文章呢，我相信互你会很大的启示。伊个教育文章写甲真好，伊个教育甲咱台湾即马同款。咱台湾过去嘛袂安尼，是因为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，咱台湾教育嘛拢变啊。咱即马台湾拢什么啊？中国人上爱啥？比较，看你安怎，伊就要比你较好。啊，即马台湾嘛学甲真焦掉啊！你的囡仔你学片咯，我的囡仔嘛要学片咯。你的囡仔你学跳舞芭蕾舞，我的囡仔嘛要学芭蕾舞。你的囡仔你学绘画，我嘛要学绘画，所以咱台湾的小学生足可怜的，一干干只补习遐补习，大项都补。来，我问你各位，恁老师讲恁家己，恁伫小学以前、小学以前啊，恁捌补习无？啊，小学捌补习无？捌补习的举手，唔捌补习的举手。袂歹变，哇，拢唔捌补习嘛吼，啊好，啊你捌把，你捌学过音乐举手，一个尔，我不相信嘞，两个尔，你唔通即马袂晓就讲我无学过啊，拢无学过，啊好，但是你甲看现出是台北市的情形，每一个囡仔，超每一个囡仔，大项都学。但是你看看人外国的囡仔，小学以前没有功课。小学以前的小那个学校是创什么物件？和你囡仔佚佗，教你佚佗，绝对没有功课。啊，你讲啊，囡仔无功课，安尼是不是败去 ？No， 还是安怎呢？因为因的教育的原则底下，先乎你囡仔伫小学这个阶段，只要学好一样东西尔，思考。啊，咱唔是呢。东方尤其是中国，先囡仔的时阵就开始安那，就大项拢爱乎你知，哦，大项拢甲你教，历史教、地理教、电脑教、音乐教、算术、迄个珠算教，大项拢教。所以这篇文章写得很好，就说东方的小孩子在小时候是很奢侈，所谓奢侈是什么？每项都去学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没一项你能够学到学的，你大汉以后你还会记得。西方的小孩子小学是很吝啬，对，每项都不爱让你学，只跟你教你怎么思考而已。所以，以西方的国家的囡仔，他的手动能力比咱东方较悬。所以你也看哈，那偏偏高中啦哈，高中的囡仔，伫台湾所受教的囡仔，含美国的囡仔，安尼两个来比，一个对一个来比，台湾的囡仔学了较济，敢那美术较高，但是去到大学，都差足远的。但是美国的大学生，我跟你讲非常打拼。你甲看伊哈佛写的这篇，哈佛写的这篇，休困日，电灯拢通明，图书馆满满是，大家拢在读册。啊，咱的大学生够你读？无啊 ，University 就是讲有你玩四年，伊未开始佚佗，啊，反正也未落地啊啦。啊，若落地呢？因为即马学校遮尔啊济，学校的董事长会甲教授叫来讲：“欸，你是要害我学校关门了？你哪会当将囡仔甲落地，让他 all pass？ 啊，你不 all pass， 我来换教授，唔是换囡仔呢，换教授呢？啊，是变成囡仔啦，无要读。读大学上界重要的四年，拢种白费。所以你啊看，诺贝尔奖金。”是安怎？中国人无，
真少，台湾更加少，日本有几个啊？这是什么原因？咱台湾人爱去思考。敢那同款，我甲各位，咱即摆咧上课的，含各位讲的是啥？法律。你都爱去想呢？哎，你讲的东西到底对不对？那台湾人不要想啊！从你生出来，你开始受教育以后，就用中国的教育啊。国民党写啥，你学啥。国民党跟你讲，蒋介石对日宣战，你拢相信蒋介石对日宣战？其实就介只敢有宣战，有无？咱上过课啊，这国际班有宣战无？无呢。当时一起做什么物件？行政院的院长呢？院长可以宣战吗？当然不行了。啊，你看哈、哦，那当阵的中国，1941年迄个时阵的中国，中国那当阵有四个中国政府，一个叫做中华民国，这个中华民国在倒，南京，啊，在这里做，在南京，啊，这是什么人？汪精卫。搁一个，不是叫做中华民国，一个叫做国民政府，国民政府这。首都伫对，成都、重庆啦、啊，就是蒋介石迄个啦。啊，佫一个伫对满洲国，满洲国迄当是甚物人？甚物人？溥仪。啊，佫一个是甚物人？延安，中华人民共和国。迄当的中国有四个，啊，这四个中国，其中两个对美国。对英国宣战，但是另外两个对日本宣战，啊，对美国跟英国宣战的对两个，中华民国跟啥？跟满洲国对美国宣战的。其实中华民国迄当时向日本，不向这个美国跟英国宣战的，但是蒋介石迄、那个。不是他宣战的哦，他当什么宣什么宣战的？林森呐、啊，名叫做林森，主席呐、啊，国民政府的主席叫林森呐、啊。这张因宣战的迄个宣战书，你捌看过无？捌无？侬捌看？我无给你骗的，来，迄、那个宣战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国民政府对日本宣战书布告，有看无？啊，什么人？什么人宣布的？林森呢、啊？朱显是林森呢、啊？后边五行政院院长啦、啊，什么立法院院长啦、啊，司法院院长啦、啊，还讲蒋介石是行政院的院长。来各位，啊，咱谈的是安怎讲？蒋介石对日宣战有无？有无？你有听过无？啊，佫徛只北面哦，啊，佫号召10万青年、10万军。要是哦，迄历史课本是真骗到有够功夫啦！啊，佫刷落去，伊佫过一个做一个非常伟大的行动。伊讲啥？伊讲取消不平等条约，有无？有没有？有无？你敢拢无读过册反省呢？取消不平等，蒋介石讲的啊！伊对日宣战，1941年12月9号。那个课本下来了，我们的教科书写的啦。对日宣战，同时取消不平等条约，取消了中国数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，有无？有搞无？有无？爱个拍手啊！面，啊，恁好段，你个拍手，恁去拍手啊！好，取消不平等条约，恁个拍手。我问你嘞，咱在座各位。已经结婚的举手，举手！因为结婚的举手，来来，你们今天可以把那个结婚证书取消，会使不？你宣布就好啊！蒋介石已经宣布讲不平等条约取消，你也可以宣布讲你的结婚证书今天开始取消。我某还是安拢定来，会使不？啊，这也袂使，想要不平等条约可以取消，你想看吗？不平等条约可以取消吗？当然不可以取消。
国际化嘛有，卖讲国际化，民化嘛有。啊，你拢不要去想啊！你不要想讲啊，我但是我嘛，迄种嘛不要想啊。我读小学，哇，好伟大哦！讲功讲功呢，取消不平等条约，不平等条约是绝对没有变化被取消。啊，那边取消边啊，也当取消，对讲，除非。这个不平等条约还没有被执行，啊，是讲你条约里底有写讲，你要取消要经过一年，先宣布一年后取消，除非你这样子。有中华民国和日本签结台北条约，1952年诶4月28号签的，啊，这5月8号生效，伊讲。如果对方双方啊取消的时候，一年以后生效，除非有这一点。啊，那不下去点，你就没有办法取消。啊，是中华民国，甲咱讲，我取消不平等条约，取消了数百年来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，看得贵。但你相信啊？你会记得，那不平等条约可以取消。你的结婚证书也可以取消。到现主现主席，即马有一挂独派，迄独派名叫做姚嘉文，我当面甲批判，伊讲吼，旧金山和平条约啊，已经太久了，已经无效了。我嘛要甲伊讲，姚嘉文，你跟你的太太结婚太久了，结婚证书无效了。像你要干他的代志，但伊安尼讲，台湾人相信呢？台湾人相信呢？哦，哟啊，条约签了伤久都无效。各位，所以咱去读伊中华民国的册啊，爱小心诶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去甲外口人讲，外口人拄啊听讲，嗯，你讲有理哦，嗯，有理哦。等于去看册了，搁转来讲，你讲的甲历史课本教科书所写都不一样诶。啊，我相信教科书。你讲别安怎？我你讲什么物件？在迄个做 PowerPoint 拢互你看，拢有证明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假的。所以过来台湾是建书，二次世界大战建书，啊，建书的人哪有光复节？没有光复节啊。建书哪有光复？建书的书，米家红占掉是免他光复，所以我们是打败仗啊！我们承认打败仗，打败仗不是讲这块土地的便利业呢，诶，这个小怕不赶快呢？小怕怕怕来讲吼，啊，这架车怕人拿去，会使不？绝对袂使，你嘛足清楚啊，所以。你打赢，伫国际法内底规定，你会当甲占领。但是，当整个局势拢太平以后，你占领者要离开，要撤退，这是国际法。台湾战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，美国是台湾的军事政府占领，但是美国你甲占遮久啊，你要离开了。啊！中华民国代替你美国来占领，你中华民国爱离开。所以很主席，你看所谓报纸，你认真甲看，中华民国事实上已经在采取行动，要离开台湾了。你甲看洪仲秋迄个案例，你会记得无？即最近报纸有听，我判个判足轻的有无？这代表两个现象。第一个现象。洪仲秋伊个家庭去告中华民国，遐军队啊，他告错人了，当然得不到真真正正的反应嘛。我问你咧，恁即马读过法律啊？伊告中华民国的军方，我讲伊告唔对伊，啥人告唔对伊？中华民国的军方，伫
在他们的眼中里面来看，他自己本身是占领者，你台湾人是被占领者，你是打败仗的，他自己抄自己凌虐，他们觉得刚好而已，自己判六个月，还可以用罚款还判几个月，有的没罪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症结的所在。所以如果洪仲秋他的家属，他要怎么处理？我问你要怎么处理？在美国的，不是过美国啦，在美国提告啦，当然过美国也是对啦，但是你在美国的法院提告到台湾当局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跟洪仲秋的家属，我跟你讲告台湾当局，台湾 authority。 啊，这台湾说什么人？中华民国。我相信 他找到没坏人，就是中华民国。希望他告台湾当局可以的，台湾当局你告诉最不显示两件事情。第一，他中华民国不可以叫我们去做兵，我让你占领，你怎么叫我去做兵？占领不移转主权的各位啊，你不能提到他都读白，读那个白那种念白书呢，你读这么多你要应用呢。你中华民国当局就是现主席代替美国的管辖权，那是台湾的，我做兵是不应该。当然很好，利用那个案，美国才将中华民国军法取消去，但是他给他判一个几个月，我跟你说那是不对的，因为洪仲秋的家属去告不对，他如果在美国的法院他提起人，他如果告中华民国是不好，人权对，告人权，告人权的问题，当时告什么？告说你人权，你给他凌虐致死，还叫我去做兵，这违反战争法。哦，那不得了，不得了呢。但真可惜，咱即马有啦，有同事咧甲讲，啊，你知影你来歪讲，我变哪讲？我即马上个重要是要先从中华民国赶出去啊！开始咧训练这些人啊，啊，训练嘛足艰苦的呢。咱一期咧看，安尼一期咱八十八个人，真一期八十八个人。喂，啊，若讲迄个事情个八十八，爱去训练偌久？你想看卖啊？啊，训练五十期呢，啊，五十期，一期呐，一个月就五十礼拜呢。所以，不是说我们不想去管，我们没有办法管，那足济代志爱去做。但是，然后家属、甲洪仲秋这边有事，还一旦回在。这个案，你要看这个案，中华民国的法律呢，已经不是没有办法。让咱台湾人民啊得到很正确的法律上的保障。啊，你死干哪？你死嘞？少年的呢？二十通岁啊，就是都去用凌虐致死呢？啊，做兵的不应该呢？我这是我顺便啊提起来。有真济人讲中国真强，你认为讲中国真强的野手？啊，你认为伊无强的野手？你拢哦唯心之论呐、啊？你敢那看破报纸，你乃知讲伊无强？你敢那看报纸，伊无强，我是感觉伊足强的呢。有飞弹啊，有航空母舰啊，有无？有无？啊，好聪明！初级班我有讲，航空母舰不能用，没有错。迄只假的，迄只吼，那咱大家来集资吼，咱买单买一只呢，两千万美金尔呢，两千万才叫偌济？六亿台票尔呢？咱的死刑，咱嘛刑有六亿，对不对？不然咱在座有一个人，伊讲我不就发多啦。航空母舰主要是要创啥？来这要载飞机啦，对不对？啊，飞机要创啥？要去侵略别人嘛，要保护自己嘛。全世界十一个国家有航空母舰，敢那一架航空母舰顶管无飞机？就这架。对这只，你有看无？啊，你看吼、哦，这只有趣味无？人全世界航空母舰无人去穿乌的呢。这只伊穿乌的是要甲你讲啥？
我在这里，你可以来打我。啊，有趣味啊！我阁甲你讲吼，伊这航空母舰足趣味的。伊这航空母舰吼，这架航空母舰顶管的迄个啊，做军官士兵加起来几个？3000人。啊，人美国一架航空母舰，啊，我讲唔对，1000人呐。啊，美国一架航空母舰。3000人，但是伊1000人食的物件，甲3000人食的物件一样多。你有你听无？中国人足好食。我有一摆伫迄个天津机场，啊，看到人遐，以前看到遐航空小姐，大家拢讲，哇，这航空小姐，大家拢足水的哦，啊，大家拢啊啦，足有气质的哦，但是吼。迄天在中岛，因出来胖胖出来，我就昏昏起来。表面上看水水啊，对不对？大家人出来胖来胖哦，咱敢挖工同款，敢那一个面汤。我想讲，你提面汤要创啥？这面汤哦，哇，满满满的，啊，顶眼藏菜安尼，这是中国。今日安怎我唔知啦，今天大概应该是差不多安尼啦。这种的国家跟我足强的，啊，讲伊讲飞弹向着台湾有无？飞弹你会惊无？你感觉会惊举手？啊，未惊举手？啊，唔知会举手？你吼，你很奇怪呢，你拢不回应呢吼。反正吼，都那你无人举手，伊就不爱举啦。啊，咱我更唔知影就好，什么珍珠好，我跟你讲。飞弹要给你打，真正飞弹给你打，你别看讲对一派战争，因为飞弹打了很多啊，对方投降的有无？无呢？对不对？有无？无呢？飞弹打足多啊，对方投降的没有人。一只飞弹打落去，哪讲啦吼？有一只飞弹打来咱家啦，打伫隔壁，这个花园啊，上这。有一空而已啦，一个飞弹炸开的那个孔，这样而已。飞弹主要是什么？让你怕什么？让你害怕，吓足之用而已。而且飞弹，飞弹是一定要控制说它要飞对嘛，对不对？有三种飞弹的控制，这种是最最老实的，机械式的飞弹，要飞对，你若怕，今天你若怕啊做咱的迄、那个啊、总统府，吼、哦，要拍总统府，我看超拍来伫咱家啦，乌白拍就对啦，迄种袂准啦。啊，佮另外一种用啥？用这个啊做雷达，啊，雷达这个有较准，上爱准的啥 ？GPS 定位，三粒卫星定位。我问你咧，伊这个定位，伊若要佮你拍台湾？是不是要用定位来拍较准，对不对？飞弹是要先飞去的外太空，吼、哦，外太空迄个层啊，才降落来，啊，才拍落来。阮知影 GPS， 迄个全世界现主是即卫星的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控制者，对，迄、那个卫星是啥物人的？美国的，答对了。所以你要战争，美国只要把所谓卫星 shut down。关起来，你飞弹等于飞迄冲天炮，拍袂着啊！拍去要拍到，靠家己啊！所以飞弹你会惊无？莫怪李登辉甲伊讲，讲有18班的迄个什么什么方呢？意思讲，中国的飞弹绝对拍台湾拍袂着，航空母舰。伊顶管无航空母，无迄个叫做战斗机啊。上啊，主要的原因伫倒，因为这架航空母舰顶管的拦截绳啊，拦截绳怎样？飞机速度这个人对不对？降落的时阵，爱不会爱个扭嘞，啊，唔才袂冲出来。拦截绳伊做袂出来，唔是干那做袂出来尔。
伊个钢板，航空母舰顶管迄个钢板啊，伊无多生产，你就卖讲一个空气要救去。我跟你保证，就你个地吼，伊绝对无多去补。啊，一只航空母舰，伊用电量偌济？瞧我一个上海市的用电量。你讲这架航空母舰是边啊造？啊，这架航空母舰是安内穿 ON？ 你敢知伊原来的迄个引擎，伫伊要卖予中国的以前，伊引擎已经炸掉去啊！引擎炸掉哦，啊是中国用船甲拖，啊为迄个乌克兰啊，即马你战争的乌克兰啊，甲拖啊经过苏伊士。运河啊，拖来到伊个大连，用偌久的时间？你敢知？一年，拖一架航空母舰拖一年，啊，拖来阁是空的呢。伊中国把伊个引擎重新制造，啊，伊制造是咩制造？敢像人美国人用迄核子？无呢？美国一架航空母舰偌济钱？$59亿，现在还贵啊！啊，一只多少？$2000万。我平，那战争战那个地吼，我讲这只，免一天呢，就叫消灭去啊！来，卖讲美国，因为美国是用超级的强国，咱来讲咱的朋友，咱的母国日本，日本。他们讲，日本在战争的以前，对二次世界大战迄个时阵呐，你知道日本有几架航空母舰？29架。日本当年有29架航空母舰哦，您听清楚哦。啊，中国即马几只都做袂起来，安尼伊有法度去甲威胁日本吗？我跟你讲一个秘密。这个秘密是美国国防部甲头讲的。伊讲四方会议的时阵啊，什么叫四方会议？你知道吗？四方会议就是朝鲜、甲南韩、甲美国、啊含中国开会的时阵。有一摆，美国人甲中方的代表讲，伊讲，这个因为这个中国吼，到底甲捧迄个。抱迄个也做美国的代表，因为即马全世界吼上界强的是伫美国啦。美国人讲 ：“No， 不是我们。”中国人讲：“不是你们，那、啊、是谁？难道是我们吗？”伊讲：“不是你，啊，就是我中国上强啊。”伊讲：“不是，是日本上强。”日本，你唔能看日本哦，我阁甲你讲哦，日本老老渣渣已经有作战的准备啊。你知道日本的潜水艇做足济潜水艇的，伊的潜水艇出来服役一年，你没有听错，一年。一年了，迄只航迄个潜水艇啊，都退休。我问你咧，卖讲潜水艇啦，你的汽车驶偌久退休？驶一年退休的驾手，甲无人遐好驾吧？啊，驶一年退休有无？一架潜水艇，甲一架车的计算比起来，你要看差偌济？日本一架航空母舰开一年退休，阁换一架新的，啊，这旧的变怎？伊甲封起来，放伫个横须贺，用这个做，这个做军港啊，甲控一个所在啊，拢甲存起来。现在那个航那个潜水艇最少存了200艘以上。啊，你现在中国还是对着美国他说，你怎么有那么多航空这个潜水艇？他说没有啊，我只有几只而已。他点点没跟你说，我隔壁才有200几只，放在旁边在休息。这个事情我伫只宣布以后，我经过一年，中国开始发表诶，伊讲哦，日本
有这个潜水艇啊，两百几只，伊拢用钱就捞起来。奇怪哦，我消息比中国较紧嘞。我当做因中国的情报员，我甲讲，伊怎么知啊？伊拢伫看咱个网络呢。啊，过来，日本，即马听伊讲，你听讲啊，真正的，伊会当做原子弹两千粒，他整套设备拢有。伊个核能发电厂，你唔知伊个？迄、那个祖妈咪海啸迄当阵啊，伊贵啊个迄、那个。那个核电厂，人讲甲shut down，甲关起来，一死就歪关。啊，伊即摆迄个核能发电厂用了迄个废料啊，伊拢用船改载去澳洲，拜托澳洲改提炼，提炼了后变成原子弹的材料，提上来伊甲藏起来。啊，过来冷战的时阵，有30公斤的。原子弹的原料，迄当阵美国帮忙日本讲来个吓惊迄个苏联，超工摕30公斤的原子弹的原料，讲这30公斤寄哩，啊你当个苏联吓，冷战时期啊，日本当嘛讲好啊，啊但即马美国一日看讲，哎，中国甲日本伫冤家，伊讲哎。啊，30公斤呢，先行完。日本讲什么30公斤？没有啊，伊不爱行啊。哪里你要行我？那我嘛不爱行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当时送给我就已经送给，伊不是干那迄30公斤尔呢？伊叫迄张核能发电厂说，遐提炼遐一定做2000粒的原子弹呢。这个还没厉害，因为你原子弹你没什么敢用。你知道 F-15 日本的现在空军啊，都用 F-15 他用 F-15 给改造变成 F-18 性能比 F-15 更好，性能比米格飞机更好。啊，现在 F-15 开始卖呢，卖了谁？越南，没有像菲律宾，你美国若不爱卖，伊拢卖。你要多少，我给你多少。啊，美国真受气的。比如讲，哎，啊，这本来拢你卖，我诶，啥物拢甲你卖。嗯，啊，人越南啦、菲律宾讲，嗯诶，啊 F-15，诶 F-18较好啊，较好用啊。啊，我甲你讲一个秘密。你敢知影有一种飞机叫做协和号客机 （Concorde）？是啥物人？什么人做的？法国啦，法国做的。为法国，为澳洲飞去到美国，一两点钟就可以，超音速的飞机，有无？但是全世界跟抵制说，你这个飞机的那个音爆太多了，不可以影响，你不能制作，逼到没办法，协和号客机那间工厂全关起来，有无？奇怪，啊，工厂，迄头家敢想要安尼关起来吗？伊不晓讲呢，我不爱关。阿边啊，不爱关边啦，袂予别人嘛，敢毋是？你若不爱塞车的时阵，啊，车阁好势好势，啊，你就不爱伫遐哦，你会不会卖给别人？会不会？啊，啥物人要来买？我甲你讲。需要的人，美国一日看讲哇，你不爱你要关起来，稍等稍等，你别再关，你别再关，我给你介绍一个美主，介绍日本去买。啊，那个日本讲飞机是有什么缺点？伊讲音爆太强了，不行。日本讲我给你买，我给你买，俗俗就给买去，买去以后。三菱重机改造伊个引擎，听换一部分引擎，即马变做声音真水。啊，日本全摕即个引擎伊啊，伊制造啥飞机？听讲制造一个中队，唱一个琉球。迄、那个飞机，那为遐飞到三峡，啥物飞三峡？水坝、水库。
当然水库唔通乌白炸，迄炸咧，个咧也死死几千万人咧。我跟你讲，啊，即马中国伊在死啊，伊甲即马伊发现讲吼，他那时候，迄、那个水坝做了失败了，伊个水坝做咧个咧，顶以前啦，阿妈棍，阿妈棍已经崩溃，互人掂咧啊。但是共产党是一个无咧顾性命的人。但是你讲无讲性命，迄两个炸你个电，我那不得了。所以迄当阵，咱台湾嘛一个空壳诶，叫做刘太英。刘太英诶孙，伫泰国，人家讲哦，啊哪阵中国用飞弹甲你拍扁哦，伊用棍子去甲炸三峡诶水库，有啊，吼、哦，叫马甲要死。战争有时候就不择手段，所以我甲讲一讲，未见呐。虽然美国足希望伊建诶，美国呐，伊若建咧家己，美国已经有经过几十年吼无战争啊呢。我讲无战争会有问题出来呢，不打仗会有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武器太多啊，打钢嘛，你生产武器啊，啊武器太多啊，没有消耗啊，啊不过消耗咩嘛，钢厂会倒啊，啊钢厂哪倒，你就不能支援总统选举啊。这美国是真要求的国家呢，我不跟你骗。伊人看讲，迄、那个军火商来讲，嗯，我这物件卖不起，伊就去甲弄迄个国防部，喂，制造纠纷呢。所以全世界一讲马蒂有纠纷，唔是啥物，唔是啥，唔是啊，就是啥。啊，敢那台湾这个土地，伊不爱互伊制造纠纷，因为台湾这个土地，美国军事政府占领。我你知影讲美国军事政府占领的所在有三个所在，三个所在战争以后，美国拢讲来，我甲你租。你现主席捌租过厝的野手，你曾经租过房子，捌共租过厝的野手，啊捌厝租予人的野手，啊我问你，你共租厝还是人甲你租厝？甲你做九十九年，搁再九十九年，啊时间到会当搁续约，捌有这款合约你举手看看。你哦，你做人九十九年，哈，真个假的？你听唔对迄款吼？啊、哦，美国甲这个所在拢做九十九年，搁再九十九年，啊时间到还可以续约。三个所在，第一个古巴、关塔那摩湾。美西战争，西班牙将古巴割给美国，但美国现在规定，美国不能再增加领土了。啊，美国头壳摸一烧，未当增加，啊，租会使无？租会使无？租没有违反宪法，啊，租偌久？99年加99年，时间到再续约。开啊，迄个定义是你的啊，那对不对？迄是你的。哪有人厝要租我九十九年，搁再九十九年啊？我嘛愿意甲你租呢。啊，而且迄个租约拢伊家己写的。啊，所以古巴的卡斯楚到今日，我不承认那个租约不算。比如讲什么不算？啊，你签名在那伫遮，反正时间到，我将这钱甲你寄伫迄个瑞士银行啊，你家去领啊。啊，没有办法，这是第一个所在。美西战争以后的古巴，99年加99年。第二个，日本琉球普天间基地，99年加99年，时间到还可以续约。这点他们日本人都本来唔知啊，跟日本鸠山啊首相迄当阵哦，因为奥克纳瓦大力反对美国驻军底下，大力起膜拜。啊！个伊鸠山的首相一出来讲：“可恶！你美军啊，马上从我 Okinawa 撤退！”啊！美国才被撤退，美国船去伊的仓库，将迄张合约给摕出来，派人去甲予鸠山看，经过台湾，我说我看有着这份，予鸠山讲啊，这份有算吗？原来是佐藤荣作迄当阵共签的啦，因为伊要伫一九
1975年的5月15号，要将乌克兰嘛提到顿的时阵呐，伊同意讲好啦，啊无我这基地做你99年，搁再99年啦，啊你这琉球啊，幸好我日本啦，啊所以将这个所在做美国。哎、啊，舟山一个快讲，这个有效无？有效啊！所以美军会不会从乌克兰撤退？不会。但是伊答应讲吼、哦，要减少驻军。伊是来美国是头脑要求，伊要减少驻军啊！你驻军要减少18000名，我要减少8000名，啊要提多。全世界看看有对错在当对？台湾嘛。啊！现在台湾，因为伊几啊年前伊就开始起基地啊，伊起什么基地？伊就是起迄、那个内湖，内湖的迄个金湖路100号。啊，咱家是几号？咱家水源100号之1号，所以100号个个就之一的烂了，是多好呢哦！一100号，啊，咱100之1号，恁知咱有这个？100之1，恁知无？我跟恁讲，恁今等下要等伊找以前，行出大门哦，向左看，迄条啊直接写英文的足清楚的。恁拢唔知影呢？恁咧行路拢无咧看路的。别怪这有个号码，恁哦，恁来提出来号码几个拢搞不清楚呢？恁知影讲有迄个看板写100号之1的牙手，啊唔知影牙手，大部分拢唔知啊。我讲吼，咱台湾人足奇怪吼，好，你讲奇怪无？你有没有很奇怪？卖讲很奇怪，我甲你讲一个秘密。咱现在点招对不对？迄高级班即摆去点招，拢每只报道拢请200个。我问讲，恁报道有签字无？哦，答了有。啊，签字签啥物物件？啊，内底写啥？知影举手，两个举手尔。我讲恁签啥物件，恁拢搞不清楚。啊，你要做政民政委官员，夭寿啊！你若做政府官员，你乌白卡签，你看你会死也袂死。我讲恁签啥物件，就恁同意讲，我甲你卖掉。吼、哦，大家哈哈大笑。我讲你是签讲吼，本人自愿寄官啊，自愿家己管理的，担任台湾民政府的啊这个官员。啊，所以你签迄个字，啊，唔是啦，报道较紧哩，报道签高级，恁钱拢收济啦，真正是吼、哦、高级，够好，我甲你笑，啊，唔是，所以你我阁甲你讲一摆，你要做民政的官员哦，卖做代志安尼糊里糊涂啦，要签啥物物件，小看诶，无吼、哦，对一摆我甲你捉弄，我甲你讲。哇！你那个你写的本名志愿被卖1块钱，我袂给你写1000块啦。讲你志愿，我给你卖一块，啊，我分你5角。你看有一天我会给你安尼创地下未？这真正是爱足注意的，要签什么物件，一定爱去看，好吗？啊，无猜你讲你是台湾民主，啊，那你我足见笑。你台湾民主高级班比个青菜签，哎、欸，我讲实在，我唔是跟你开玩笑，我是讲很当真哦，不可以这样了。所以我要讲对来讲，中国的武力啊，你真正唔免惊啦，绝对唔免惊啦。伊敢啦，敢跟你拍，我甲美国讲哦，因遐囝拢个太太死，安尼好冇？卡大声，美国唔知好听，安尼好冇？袂使啦。你那在屠杀人民，但是我咪这是差不多是笑话，但是我讲实在，未震惊啊，绝对未震惊啊！那这中国人哦，一直想啥，咱拢知影，因咱头脑真好嘛，敢毋是？我们头脑都很好呢，你头脑好无？比我较歹呢，所以，台湾今日非常非常的安全。我要鼓励咱所有有这些少年啊，恁读法律都要应用法律。中华民国遐历史拢免读，我不甲你骗。
无一项写真的啦。所以我常讲，四月一号不叫做愚人节，四月一号是日本天皇抵台湾实施宪法的日子。四月一号对日本来讲，对日本政府来讲，是一个什么东西？都是从四月一号开始，会计年度四月一号开始。几乎所有的你不能好好开行，四月一号开始。但是上面对一个吼做要求，给定四月一号是愚人节。其实愚人节是对几天？十月二十五号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十月二十五号？咱都明明见书到光复，所以会记哩。您起码等于吼去讲稀人。十月二十五号什么日子？你若讲什么光复，你讲等下等下等下，你讲错了。愚人节。啊，四月一号什么日？什么日？行宪纪念日啦。我们的行宪纪念日，所以四月一号这日子讲好，我的结婚纪念日就是四月一号。我跟你讲，我结婚的那当中哈，我跟大家讲，我宣布我结婚了，我四月一号，所有的那些东西都底下讲的，秘书长讲骗，人别叫我骗，是愚人节，秘书长还讲的假。罗伯伯在拼命的解释呢，今天啦，今天啦，不是假的啦，因为四月一号，与我是刚刚这四月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日子，是日本的明治宪法在咱台湾实施，和咱台湾的地位为殖民地请起来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今日，我的时间差不多了哈。但是因为我即马上课拢真少甲你讲法理，我拢将一寡法理变成日常生活，只讲谈话，甲你交谈，互你知影。咱除了高级班以外，我们还有一个点招，吼、哦，这点招是下个礼拜诶礼拜天，我们有一个点招。当然你若讲等不及吼、哦，要点招吼、哦，你可以先来。啊，若会当等吼，会当等，咱可能是。经过可能三个班还是两个班以后，三个班还是四个班以后，哈，啊，加一个法理点章，法理点章就确定讲你愿意担任台湾民政府的官员，我们一个点章。不过点章的时阵，我们会要求你要穿制服。我即马穿的这不是制服啦，乌色的黑色是制服，有帽子，有徽章。你们看咱呢，咱的人啊，都那穿安尼，大拢穿西装哦，啊，穿乌色西装哦。啊，对地表也出来哦，伫外口足穿的呢。因咱报纸广告嘛，广告真大，台湾民政府啊，大家讲哦，台湾民政府，我敢讲，我们不是黑道呢，虽然穿乌的吼，不是黑道呢，咱是乌色起来正式的啊、衣服，吼、哦、大家拢知影。啊，今日呢，我要上到这个所在，啊，因等下面咱的参议院的院长张文彦教授哈。哦做一个结业式，啊，来休一个十分钟啊，啊来啊，这节课来加结束啊。三点半呢，你们就可以回到你们温暖的家、甜蜜的家。所以大家我看今天拢笑嗨嗨，因为休等一阵等下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